今集安东尼新手上路就同大家讲修补墙室用嘅三隻现成灰。第一款喺五金铺都买到嘅菊花牌901平底浆，咁佢同普通菜胶灰其实一样嘅，所以佢质地比较顺滑，容易批，容易省。但系如果屋企比较潮湿，容易发毛，就可以考虑下用其他不含菜胶成分嘅现成灰啦。第二款离子灰，多士出呢只批墙布咧，同埋 Easy Finish 呢一只 John Compan 咧，其实都系离子灰嚟嘅。咁嘅成分咧就冇菜胶呢啲有机物，咁喺潮湿嘅环境使用咧，都比菜胶灰嚟讲冇咁容易发毛。由于呢啲离子灰比较硬身啊，打磨嘅时候就要嘥少少力啦。第三款就是之前从来冇介绍过嘅多乐士裂缝簿，专系补裂缝用嘅。咁嘅成分咧就加入咗大量高固含量嘅特殊黏合剂，令到佢嘅质料咧比较有弹性，适合用于喺 10mm 以上嘅裂缝。仲有一大特性啊，就喺户外都用嘅，天台用得啊。选择灰料就系咁简单啦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